各位好朋友平安，欢迎您和我们共度真情之夜。我们也一同进入在这个城市里许许多多真情的故事，真情的人生。今年我生日的时候收到一份很特别的礼物，有一位我很在乎的人，他其实只是很简单的写了一张卡片给我，而卡片上面也只有很简单的四个字，有你真好。哇、wow, really touch me， 我非常感动。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人，你会从心里真的想对他说，有你真好，有你我就很安心，有你我就很安定，因为我知道你在乎我，因为我知道你爱我。有没有一些人，你真的很想从心里对他说，有你真好，谢谢你爱我，谢谢你在乎我， Thank you for your love。Thank you for your love. 谢谢在我们这些生命当中对我们很重要的人。你生命当中一定也有很多对你很重要的人。比如说，如果你要问我，我大概第一会想到的是我父亲。其实我爸爸小的时候他非常非常忙，他不常在家，即使在家的时候，他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跟我说话。我们家小孩又多，我有八个兄弟姊妹，但是
我小的时候常常有一个心中的惧怕，那个惧怕就是，如果有一天我爸爸没有了怎么办？其实很怪，他就算在家也不太常跟我说话，但是我就是很害怕说，如果有一天他没有了，会怎么样呢？爸爸，爸爸在你生命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你的父子关系如何呢？今天在我们的真情人生真情故事里，我们要进入的就是一对父子的关系。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今天我们所敬爱的周天福弟兄，他的灵魂已经回到上帝那里，现在我们要将他的骨灰安放在这个地方，就如同圣经里面所说的，死土仍然归土，灰仍然归于灰，灵却归于势力的上帝。盼望到了末日，我主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凡在基督里面已死的人将要复活。学校打桌打桌球打赢别人，真的哦。昨天去练的，阿公以前是教练呢，对不对？阿公在睡觉。教练。对啊，阿公以前是电力公司总教练呢，对不对？哥。从小哈，我父亲在电力公司嘛哈，那他是一个公务员。当时我们的家境并不是那么好过，因为我爸父亲单纯耿直，他就是公务员 的生活一直很固定，但是有很多的诱惑事实上是可以吸引他的。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就是因为他是基督徒，他知道有一个神，有一个真神在看着他，所以他就在整个人家贿赂的时候，他是一毛钱都不收的。好，那你们要先下去吃饭了，阿公就睡觉。好。好。哦、好，跟阿公讲什么？阿公再见。嗯，好。我父亲那时候，他是常常去打羽毛球、网球、桌球。那有一次，我记得是礼拜三，那到晚上，他去打这个羽毛球。他说他突然看到球，但是没有办法打到。他很讶异，他说怎么会这样子？他回来跟我们讲说怎么会这样子？隔天去给医生看，他说诊断出来应该是得了帕金森氏症，这对他打击 来说是很大的，因为突然一个运动的一个健将，一个运动的裁判，你要他不动，然后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对他来讲无法接受，但是他也跟上帝祷告，他说，如果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他就愿意因为这个遵行这样子。但是我知道他心里面是很难过的。我父亲从小是用日本教育对待我们，然后他的方式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碰到什么事情自己要去负责，所以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受到别人的欺负，我不太能够去跟我父亲讲。那有时候可能过去曾经欺负我们的同学他从我旁边经过不刻意的去碰到我，只碰到一下但是我们这几个同学我们就会把他就抓起来打，然后而且是很用力的打，常常是打到肋骨就断了几根。
有一次 我整理房子，那无意当中看到我姐姐的一个小叉子笔记本，她说她说她觉得很丢脸，怎么会有我这样一个弟弟。我姐姐大概也是有耳闻，也是，但是他们不太敢当面跟我起冲突，因为我那时候会打人，我那时候都是以暴力为主，暴力为主。那我觉得暴力好，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好像就是一切，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我。那我用暴力的话，我至少我可以争取到我想要的。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我就有一次少年队啊，因为要来找我，啊，我那老师啊不舍得我说被他带走，但是我那个时候天不怕地不怕，我觉得说少年队来又怎么样，但是我没有想到他就是从训导处从刚才那个玄关进来，然后就直接到教室来，就居然把我手抓起来，然后手铐就铐上，然后就直接从这边上车，然后带到警察局去。我父亲，后来知道我去看守所，就是说，被通知我去看守所，我父亲可能很惊讶，然后他。我觉得他应该不晓得该怎么办，因为对他来说，他的生活是很单纯的，就是公司，然后打球、教会，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回到家的时候，我记得我教会的朋友这些长辈还帮我煮了一个低卡米霜，那他们在楼下等我，但是我父亲把我带回家之后，他没有让我去吃这些东西，他就把我一口气就。拉着我就上到三楼去，我父亲把我带到三楼之后，我以为他打我，他叫我跪下，但是没有，我父亲也跟我跪下，他就突然大哭，那跟上帝祷告，然后他就开始说他没有做好一个父亲，这是他的责任，那他不晓得该怎么办，不晓得该怎么教我，然后。求上帝自己来亲自来带领，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父亲，我很不舍，因为我觉得我宁愿你打我骂我，我都觉得那个我让我比较好过一点。但是你这样子好像，我觉得他在折磨他自己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哭，就开始尝试的开始跟上帝祷告。我跟上帝祷告说，有什么错我自己担就好了啊，你。不要让我父亲这样子，但是上帝就让我看到我以前所做的事情，你知道那个有点像电影，那个就浮现在我的面前，我就看到我对家人，我对我姐姐他们，我对我的朋友，我对我的父亲那样子的一个态度，让我觉得我真的是错了。其实我认识信德好多年了，我们大概是20年的朋友。可是我从来不知道他所分享的这一段，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工作做得非常好，很认真，很负责任，也很诚恳，对朋友也很热心。我从来不知道他过去曾经走过这样的一段路啊，我也没有见过周伯伯，但是其实我很感动，我非常感动的是在这个孩子，这个年轻人，在他青年的时候走偏的时候，父亲是用这样的方法把他挽回回来的。其实那个年代的父亲大概都像信德所说的，真的好像一座山一样，很稳固，很可靠，但是不一定那么容易亲近。所以信德会觉得说，我做了在外面发生任何一件事，在那样的一个教育体系之下，就是我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咯，那 你自己去想办法。所以出事了也不回家讲，我就自己想办法，结果用的方法不一定好，结果一步一步走到有一天竟然被少年队抓走了，竟然被送到看守所里面去了。但是其实我很感动的是，这个父亲怎么样挽回他的孩子，这个父亲怎么样挽回
把他带回来，从看守所带回来，从少年队带回来。你记得吗？他分享到说，那个时候其实教会里面有一些长辈还帮他做了这些猪脚面线要给他吃。换句话说，这件事搞得大家都知道了，连教会里面其他人都来了。而他的父亲在教会里面是一个敬虔爱主的一个人，儿子搞成这样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但是这个做父亲的没有先去管我自己的面子如何，把孩子带到三楼上面去，心得觉得说我大概被惨了，我会被打死了。我想很多的孩子，男孩子遇到这样的事，大概都想今天难免被海揍一顿。但是父亲的反应，跪下来流泪认罪，我觉得那个真情是把这个孩子带回正路的第一步。我真的相信周信德走成这样，像他所说的，搞到少年队，搞到看守所，不是一天走成这样，回来也不是一天就可以转过来的。但是那个转换的关键是一个父亲的爱。什么是爱呢？圣经里面有一段话讲到什么是爱，是非常多人，即便你不是基督徒，你大概有听过说爱是恒久忍耐等等等等，后面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个真理里面其实原文有一个词，就是真，爱是真。这个父亲很真实的，非常真实的像在他的孩子面前表露出自己里面真实的挫折。我怎么把孩子搞成这样呢？我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我是这么认真过日子的一个人，我是战战兢兢兢兢业业的，在我的工作，在我的家庭，在我的人生，在教会里面，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我的孩子怎么变成这样呢？那个父亲没有用我揍你一顿来掩饰自己心中的那种挫折。这个爸爸哭了，我觉得那个眼泪真的好宝贵哦。一个父亲肯在孩子面前流泪，一个父亲肯在孩子面前承认我失败了，我怎么会把我的孩子教成这样？一个父亲肯在孩子面前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说，主耶稣，我真的没有办法，我无能为力，我需要你。爱是真，爱不需要撑一个面子，爱不需要钉在那里，爱是很真实的承认，这就是我。我现在承认，我不得不承认我失败，我不得不承认我软弱，我不得不承认我需要主。这样的一份真，把孩子带回到生命的正途。谢谢主。其实我真的很感动，信德分享周爸爸的真。而在这一份真里面，你知道信德照他自己所说的，那个时候是那种打人，把人家打到往死里去打的。我听起来听他这样讲，就好像那种社会写实电影里面的冷面杀手、冷血杀手，那种毫无情面的这样一个人。像这样的一个周信德，今天他在做什么呢？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你要不要看看这个好像冷血杀手一样的周信德，今天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你帮我看一下那个下面可不可以 ？OK 的话就直接送了。那我太太那个时候是传道人，她也在教会里面就是服侍。那我们常常会接触一些弟兄姐妹，那她需要帮助。那我太太有一个特质，她很会倾听。啊，刚好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在医院安宁病房里面。他是主治医师，刚好有一个院外的一个辅导的计划，他找了很久
没有找到很合适的人。他说：“哎、欸，这个工作非你莫属，就好像为你量身定做的，就是要等你过来。”所以，我后来我太太就进到安宁病房去服侍这些人，然后也看到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但是，常常我们发觉在后面这一块，就是在礼仪这一块，大家对于死亡是常常害怕的。是不是基督徒的礼仪公司常常告诉你说、人死后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但是对于我们信仰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说好吧，那我们、就来尝试自己来进入这个行业。那语话的部分应该 OK 吗？对 OK 好，那我们把这个这张照片修好之后、嗯、我们传给家属 看、嗯哦、看看。我们以前修照片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案例哈，就是一个家庭，他妈妈从来没有笑过，啊，他妈妈从来没有笑过，那他就拿了一张照片给我们，他说可不可以帮我妈妈的照片让她可以笑？那我就看他妈妈的状况如何，结果我把那个冰箱的布掀开来，我把灯打开，那他们也一起跟我在旁边看。结果他们就开始哭又笑，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到他妈妈笑的样子。但是问题是他妈妈现在躺在里面原本没有笑容的，就他妈妈突然有笑容，而且跟照片的是一模一样。那我这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啊、就是说他们、大概从来没有看到妈妈笑过，因为他们家是很辛苦的一个家庭，他们妈妈为他们家人付出了很多的一个时间养育他们，那这个时候他们妈妈走了，那上帝在这个时间却做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来安慰他们。我常常一个人开车、哦、那可能我去参加一个追思礼拜或者是接体的时候，看到他们家人的互动，我心里面就很有感触。我常常会觉得说，这个人如果是我，或者是他是我的父亲，或他是我的孩子，或者我的太太，那我会怎么做？然后有时候我就会把这个画面把它融入进去，那我心里面就有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开始哭起来。我觉得哭泣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疗伤。那当我看到一个家人过世的时候，特别是我去接体或者是去办一个告别式的时候，我看到他们互动，我会想说我会讲这些话吗？我会说我爱他吗？我会像这个老伯伯我这样子摸着他的妻子的头，这样亲吻他吗？这样搂着他吗？啊，这样谢谢他吗？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我以前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做，因为就如同我之前讲的，在我父亲那样的一个时代，在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去很适度的去表达，或很自由的去表达我们的情感。所以我觉得在从事礼仪这个工作，上帝开始调整我，释放我，医治我，他把我内心里面那一个情感压抑住的情感，他把我一层一层的把它扒出来，让我去面对我父亲的时候，面对我家人的时候，我可以跟他们说我爱你。爸，你真信哦？啊，我信得，你知影无？哈、啊，你知无？你知无？你知哦？吼、哦，啊，今仔护士来你创有较爽快无？我父亲以前比较严肃，我比较少跟他讲话。那后来他，嘿。他、啊、那年纪比较大了之后，
他年纪比较大了之后，事实上身体也比较没有那么的健康。啊，有时候我会跟他讲一些话，我父亲会问一些我工作上怎么样了，那我就会比较会跟他讲说我现在遇到怎么样的状况，遇到怎么样的困难。那我父亲就说，那他也不能做什么，他就是可以帮我祷告。我父亲事实上那个时候不太好照顾，刚开始自己照顾的时候，在照顾的时候事实上有很多情绪的，但是我每当去看我父亲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父亲如此的信任我，为我付出的一切，那我就想要去照顾他。那就昨天晚上我就上去了，我就跟我爸爸讲，我说爸爸这样会不会很辛苦，我说、啊、如果你身体好一点，我们就可以带你下来、哦、那我们可以一起祷告、哦、一起唱诗歌、哦哦、我用台语跟他讲，我说这样好不好。我发觉我爸听到了，我爸跟我点点头，啊，甚至连这个眼睛啊有一点泪水。所以我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发觉我父亲还是很疼我的，虽然他现在受着苦。所以我跟上帝常祷告说，如果上帝，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让我父亲啊很舒服的走。在7:20的时候，我们家外劳就跑到二楼来跟我讲说，阿公好像有点状况，啊，他怎么手会放在肚子上面？我父亲从来没有把手放在肚子上面，他说就像睡着一样。然后我们上去的时候，果然是这样子，然后他就像睡着一样。我觉得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印记，就是他就是安息在主的怀抱里，他那个样子完全就像。好像有一个人抱着他，然后睡在主的怀抱当中。我觉得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确据。其实我问我的孩子说，你们还要再看阿公吗？阿公是已经死了，但是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所教导是他是睡了。那我们今天最后一次有机会可以去看阿公，那你们要不要看？他们每个人都说要，我要，我要去看阿公，哦，还问我说，那看完阿公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见到他？我说，等我们死掉的时候，我们回天家，我们会再看到他。他说，那这样子哦，那爸爸这样子我还很久哎。我说，对对，你很久，可能爸爸比较快啊。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就是一个暂时的离别。啊，只是这个暂时，他们不晓得要多久。他说啊，爸爸好久，但是在他们心里面，他知道阿公知道天上更美的家乡去了，那他们就不带有恐惧。那传统里面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小朋友不要看啊，会犯冲啊，会什么？他们要去看生肖啦、算日子啊，哈，这些偏冲啦、嫡户啦这些。但是问题是，我们是自由的，所以。刚才小朋友问我说，那还能不能看到阿公？我说这现在可以，但是他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很容易坏掉生病，然后或是 年老的时候，然后他就会毁坏。但是阿公现在灵魂到天上，在上帝那边，以后会有一个全新的身体，对不对？不会再坏了。哦，那今天我们帮阿公帮他用那个卫生纸，刚才不是撕一撕，帮他铺一个床，对不对？啊，铺床铺好，那我们先把阿公放进来，哦，这个叫做露脸。那我们跟阿公来送给阿公，那你念一下给阿公的话。阿公
公，希望你到今年路顺利，也希望你可以过得很快乐。好，放在阿公旁边，啊，放在阿公旁边。来，周琳，你念给阿公好不好？不要，好好。那这是周琳的，周琳的，他说，这是阿公最疼他，他也最喜欢阿公。然后他说：“亲爱的阿公，虽然您过世了，但是只要您去到耶稣那里，您就会变得很快乐了。所以您要天天开心哦，爱您的周琳。”然后这边有画一个那个，周琳跟阿公，然后还有一个翅膀。我发觉我父亲虽然是日本式的教育，但是他内心非常柔软。我结婚的时候，他上台。还没讲话他就哭了，你知道他心里面是非常柔软的，只是他不晓得怎么样去表达这个爱。后来我父亲他非常的支持我，那也 很爱我，所以我就跟我父亲讲，我说你虽然生病，无论到什么地方去我都会带着你，我说因为你是我父亲。那我一方面很难过，一方面也很感谢主，也替我爸爸高兴，因为他终于不要再痛了，不要再辛苦那个鼻胃管，那个气切的地方，他不需要再装这些管子了。那他终于可以回到天家了，他毕业了。好了，有一天我想会再跟他相一见。我跟信德是超过20年的老朋友，但是过去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联络。我完全不知道他后来从事殡葬业。我们在做这一集的真情之夜，其实我们找到的一个主题是想和大家谈，成为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宝贵的恩典，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不一样的眼光面对死亡。人生的终站死亡，而我们后来知道信德在从事这样的工作，因此我们想请他介绍有没有一些人可以让我们去拍一个基督徒在面对生命的终站的过程。可是我们知道当遇到这样的事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家属也好当事人也好是不舒服的，因此我们也很怕打扰。是没有想到在我们拍摄的过程当中，周爸爸被主接去了。死亡对许多的人而言，死亡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可怕呢？第一，它是个未知，没有哪个死过的人回来告诉我们说死亡是怎么回事。对绝大部分的人而言，死亡是一个可怕的未知，未知是让人恐惧的，好像你被推到一个黑房间里面去，你不知道房间里面是什么，然后黑漆麻乌的一片，让你在那里面走的时候，你就是会紧张嘛，你不知道会踩到什么，你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未知是让人恐惧的。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享受一个很大的恩典，那个恩典就是我们被释放，我不必害怕死亡，因为我知道那不是未知，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圣经让我们知道生命的终站是什么，永恒是什么，我往哪里去。如果我不知道往哪里去，那真的蛮恐怖的。你知道成为一个传道人，我常常会好像刚才你所看到的主持一些追思，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告别式。但是在基督徒的追思告别的这样的聚会里面，是会有眼泪，因为舍不得，但是不是绝望的，不是哀哀欲绝的。我常常觉得那个好像到机场去送行。我记得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那一年对我来讲是很辛苦的一年，因为我书本来就念不好，在那个环境当中又要用别人的语文，然后很大的压力等等。里面有一个最让我里面冲击最大的一个时刻是什么？
是每一次有一些学长们他们毕业了拿到学位了要飞回家了，回家然后知道在家里有漂亮的未婚妻在等他，知道在家里面有很棒的工作在等他，有他所想念的人在那里等他，所以我们一路送他去机场的时候心中五味杂陈，一方面很舍不得，因为大家有革命的感情，我们一起在这里熬，在这里受苦，然后这一段时间大家很亲近的在一起，会舍不得他要走了，而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为他高兴的，因为知道他衣锦荣归，知道他回去以后是好的，会舍不得，但是不是哀哀欲绝，因为知道他往哪里去，然后我也有一个很荣耀的盼望，我再熬一段时间我也可以回家，然后我们在那里还可以再见面。每一次主持追思的聚会，我总想到当年在美国念书到机场去送学长的那个心情，舍不得但是却为他高兴，因为知道他去的地方真的很好。你知道这是基督徒的一个恩典，面对死亡不是一件恐惧的事，恐怖的事情，面对死亡不是一个未知，我知道他往哪里去，我会舍不得但是我为他高兴。好像信德最后说，他不需要再插管了，他不需要躺在床上在那里疼痛了，舍不得爸爸但是为他高兴，因为他不要再受苦了，而且有盼望将来可以再相见。死亡让很多人恐惧，第一是因为未知，面对死亡还有一个让人很不快乐的感觉，就是来不及了，那是一个遗憾，有一些事情没有做来不及了，因为落幕了，有一些话没有说来不及了，有一些关系没有去处理，有一些应该和好的没有去和好，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是一个让人极不喜欢的感觉，因为那是一个永远的遗憾。有一些事情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再做，今年来不及了明年再做，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知道有一些事情这一辈子没有做就没有机会了，哇，那是一个多深的遗憾。信德在分享当中他说，他为爸爸求一个恩典，就是让爸爸是舒舒服服的离开这个世界。我觉得在上帝的爱中，神真的非常爱周爸爸，神真的非常爱周信德，爱这一对父子。周爸爸安安详详地离开这个世界，从某一个角度上来看真的是舒服的，他没有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再去受一些什么样的苦，这是恩典。但是我相信对周爸爸而言有一个更大的恩典是什么，那个更大的恩典真的还不只是我走之前没有在插管，没有在做，还不只是那些外在的舒服，是心里面有一个更大的舒服，是这一对父子在他生命的最后这一段里面有一个那么亲近的生命关系，他们是彼此相爱的。信德提到他年轻的时候那一段做浪子的日子，大家在问他说你是怎么走回来的，他马上就说是爸爸的那一件事情是他印象最深刻的，爸爸对他多重要啊，爸爸的不收贿赂对他是多重要的榜样，爸爸是运动健将是他多大的骄傲，爸爸生病以后虽然不舒服但是却能够顺服说，主啊，如果你真的让我得帕金森症我也愿意顺服，那是多好的榜样，那些东西对周信德很重要。可是他也说爸爸就像一座遥远的山，很稳定很坚固很了不起，但是蛮遥远的。他说爸爸很严肃，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们父子其实不是有太多的机会说话，其实我相信大概像我们这样年龄的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那一代的父亲就是这样嘛，很棒的爸爸但是好像蛮有距离的。我相信信德心中有一点遗憾，就是我很爱我的爸爸，但是为什么我没有从来没有这样开口去说呢？就像他自己说的，他在面对很多很多他帮助别人去走向生命的终站这样的事，他去服务别人的时候，
他看到那些人和他们要离开的亲人之间可有那么亲近的关系，他自己里面有一个不满足。如果有一天爸爸走了，他会怎么样呢？你知道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多么深的活在神的爱里面。我想对周爸爸而言，对信德而言，他们彼此在乎对方，他们心中有一个很深对对方的爱，但是他们都在像很多男人，如你我这样的男人，在学怎么表达爱。周爸爸在病床上，信德把爸爸接回家，说我自己来照顾，每天去跟爸爸讲话。我猜那一段爸爸在病床上的日子，是信德一生当中跟爸爸说话最多的时刻。谢谢主，周爸爸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所宝贝亲爱像浪子一样回头的儿子，能够在他的身边握他的手，跟他一起说话。信德最后讲的那段话我很感动，他说他跟爸爸说，爸，你是我的爸爸，我是你的孩子，无论你到哪里去，我都带着你，我都跟你一起，我都牵着你。信德是说我都带你去，我觉得那个好像回到小时候，是爸爸牵着他无论到哪里去，爸爸带着他。现在爸爸老了，生病了，不能动，但是这个做儿子的用爱牵着爸爸的手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在，爸，我爱你，我在你的旁边。我猜对周爸爸而言，更舒服的离开还不是没有插管，没有再开刀，没有再让我身体上受什么苦，那个更舒服的离开是孩子的爱。他可以那么真实的躺在病床上，却享受这个他所爱的儿子对他的爱，这真是天父的恩典。我在分享这一集，预备这一集的真情的分享，我里面有一些很深的感动。我还是要说，你会看到这一集的真情之夜、真情故事、真情人生，绝不是偶然的。主也在呼召你去恢复一些关系，你明明很在乎他的。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主在对你的心说话。这一位恩典的主爱你，他知道你心中有一个隐隐的痛，他不要你带着遗憾，你明明很在乎他。你知道仇敌撒旦常常做一件事，在人跟人中间筑一座墙，那个墙把人隔开来，也许是一些过去不愉快的经验，一些冲突，一些伤痕，使人跟人之间用一块冰一样筑起一座墙来。但是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不再惧怕死亡，因为知道有永生的盼望。面对死亡不会有遗憾，因为他拆毁人跟人之间隔断的墙。这是主要做的，他要牵你的手。你说我知道，但事情过了这么久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跨越这个人跟人之间那个墙。求主帮助你，亲爱的主要牵你的手，带你跨越那个人跟人之间隔断的墙。他能，他会，他就是那位亲爱的天父。也许你说我现在已经这么大了，我又不是那个幼稚园的小孩，但是你愿不愿意承认，在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事情是我没有办法跨越的，让这位亲爱的主带着你去拆毁那个人跟人之间隔断的墙。他不要你带着遗憾，趁着还有今天，让主的爱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我要跟你分享这首诗歌，我相信也是亲爱的主要对你说的。亲爱的主要
牵你的手。爱的主，求主帮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每一步路经验他牵我们的手。我可不可以请你，我们就来祷告好吗？我感觉特别要为两个方向来祷告。我想有一些朋友，死亡对你而言就是你极害怕的，你很害怕去面对这件事，没想到这件事情你就会慌。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可以不再惧怕死亡，因为圣经上说神爱你，他说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主啊，为他赐下，为我们每一个人赐下他自己独生的儿子，叫一切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远的生命使你不再面对死亡是恐惧的，是害怕的，是未知的。要不要跟我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为许多因为惧怕死亡天天活在恐惧里的人来祷告。主，谢谢你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圣经里，在真理里面得到一个荣耀的盼望。死亡不是一个可怕的未知，死亡主啊，只是进入永恒，因为你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永远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可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主，我还要为有一些朋友生命当中很害怕留下遗憾来。主，有一些事情如果没有做，有一些话没有说，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我们会有很深的遗憾。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无能为力，我知道应该去解决，我知道应该去说，我知道应该去拆掉那个人跟人隔断的墙，可是我拆不掉。你愿不愿意跟主耶稣说，主耶稣帮助我，我求主耶稣帮助你。他不只要你去解决问题，他给你力量去解决问题。你预备好了吗？要不要跟我一起来祷告？你可以这样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我需要你帮助我得着那个永远的生命。我不要继续活在那个害怕死亡里面，我需要得着力量，让我不会继续活在那个害怕留下永远的遗憾里面。许多事我知道该做该去处理，可是我无能为力。
请你帮助我，给我力量，我需要你。这是我在你面前真心的祷告，请你帮助我，奉主的名求，阿们。主啊，我要为真心在你面前祷告的每一个人向你求，不论他们已经是基督徒，或者是他们根本不认识谁是耶稣，但是他们心中向你呼求说，主啊，让我们不再被死亡的权势辖制，活在惧怕里，活在遗憾里。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相信在我们不能的，在你凡事都能。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我从心里面深深的有一个感动对你说，你会看到今天这一集跟我们共度这一段时间绝不是偶然的。主爱你，他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如果你要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欢迎你和我们联络，我们陪你一起到耶稣基督的十架面前，在他里面不再惧怕，在他里面给我们力量，不做遗憾的事。我求这位亲爱的主牵你的手，带你走人生的路。上帝祝福你。亲爱主牵我手，牵你我与我走，我疲倦，我软弱，我苦愁，疾风暴手到天地，听我求，听我祷，牵我手放跌倒，亲爱主牵我手唱。